蜂巢也在那儿。大公子的车驾比咱们快，估计这会儿都已经住下了。哼，谁要跟他住一起？这儿离径山只有十里，那离温泉宫也不远了。温泉宫距此也不过百里，只不过是在西边。走，咱们去温泉宫。公子，二公子不是住在那儿吗？父王只是让他在温泉宫养病，又没说把温泉宫赐给他了，凭什么我就只能住医馆？